Hello，Hello，hello， 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是你的老师，欢迎大家收看《老师去哪儿》的网上教学。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做的教学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初中二的 size，我们今天要看第九课，我们今天要看第九课的练习。OK，那么这个第九课的练习呢，就是在我们的作业簿第104页，那边。OK，老师呢，首先再提提大家，我们最好的学习方式呢，肯定是你要先看就是学校课本的讲解，因为学校课本的讲解呢是一页一页的解释的。OK，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有 mind map 的教学，就是教你怎样把第九课的内容变成是重点笔记。当然，这个同学们也可以去看，OK，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捉到那个重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个练习。OK，好，当然最好呢就是做课本，然后 mind map 跟练习。当然，如果你觉得说三个里面你 maybe 要 focus 其中一个或者两个，你自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做出调整啦。但是老师必须要提一提，你最好的学习方式肯定是课本、mind map 跟练习的。OK，好，这样我们来看，他就讲呢 complete the double bubble map，就叫你呢去完成啦下面的图填充。能干不干不到不会不干的。OK，好，那么你看呢，它这里呢有 heat，就是我们讲的 hyper 热，然后 temperature 呢就是说温度、舒服。OK，就叫你要去写他们的这个不同。那么这个的话呢，你要去看我们的课本，就是206页，你直接可以抄写的。Heat 就是在这里，它是一个 energy 用 joules，然后接下来它是 depends on quantity of，就是这一个 material，还有就是这个 temperature，就是在这里。那马来文版也是在206。OK，好，那么这个是 temperature，就是这样，你就写这三个。OK，老师再重复啊，马来文或者是英文版都是在同样的页数，就是这一个206的。好，那么接下来看。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下面这里，这个还是叫我们画线。他说 match the way of heat flow， 他在跟 trapping 啊，流浪哈吧，就叫我们呢做这个画线。我们的热的这一个流动啊，我们有三种嘛，一个是 conduction， 一个是 radiation， 一个是 convection。那如果是 conduction 的话呢，它一定要有一个 medium 的，就说它是需要到这一个solid、liquid 或者是 gas 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 medium。等一下我先跟你们讲。你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就是答案呢？就是这一个 conduction， OK？ 哎，sorry， 我讲错了。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conduction， 它是一定需要到一个 medium。那那个 medium 呢，就是 solid、liquid 跟 gas 不是啊？不要啊。所以 conduction 这里的话，你可以参考这里。OK， 如果是这个radiation 的话，你就想象成是晒太阳这样子，那个太阳的热度直接照射到你，你感觉到热。所以这一种 radiation scenario 呢是不需要 medium 的，就不需要经过 solid、liquid、gas 这些的，它是。直接的。然后如果是 convection 的话呢，就是需要经过这个 fluid， 就是一定要 liquid 跟 gas 啊，所以就在这里咯。好像冰箱啊，你煮东西里面这一个就是水，它是怎样烧开来呀、啊？这些都是 convection， 所以就是在这里的。OK， 好，如果是 radiation 那就是在这里。这个的话是在第208，对，208，马来文版本呢也是在这个208。OK， 明白啊？好，来，这样直接呢，老师就给大家来看这一个答案哦。OK， 那如果是上面这里的话 ，heat， joule 的我们 hubber 的话呢 ，form energy， 说都不懂是哪个，有 measure， in joule， 然后 diukudam joule， 然后接下来就是 depends on the type of material， quantity of material and temperature， 不干动物的 genus bahan， quantity 单数，这些都是在。可以课本那边找到。那么如果是这一个 temperature 的话，我们就在这里 degree of hotness 或者是 coldness， digest capacity 是 adapted to 干。然后接下来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movement of the particle in the matter， 不干动物的 zara， digest 不干 zara di dalam suatu bahan。然后还有就是用 degree Celsius 或者 Kelvin 呢，用 Celsius 或者 Kelvin 呢去测量的，这些在课本都会有啊。那么这个如果是画线的话呢，就是在这样，同学们你可以去看。如果是 conduction， 我们讲。The conduction 的话是配最后一个 ，the process of heat transfer from hotter region to colder region， 然后透过 solid medium， 从卡塞潘纳去到卡塞斯就有一个 medium temperature。那么接下来如果是 radiation 的话呢，就是这里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heat without any medium。It can be propagate through an empty space of a cube. 他说呢 ，process 本来让 haba 单把是不让 medium haba OK boleh merambat melalui ruang kosong atau vacuum. 然后接下来最后 convection pot olah gan 的话呢，就是配对第二个 ，the process of heat transfer from hotter region to colder region through liquid and gas. 所以就是本来让 haba 从烤箱盘那需要烤箱是热melalui bendalu， 所以讲到 bendalu 就是 chair and gas， 就是这一些了。所以你就这样子跟他画线。好，那接下来看这个之后，我们就来看第105。
105呢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形，还叫你呢去做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填充。那么你看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一个我们讲的白劳海风嘛，然后白劳达拉是陆地吹过去的这一个风，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就要去写看啊，一二三，你就要去写它到底是哪一种 heat flow。那么如果是这一个的话呢？这两个啊都是我们的 convection polygon， 等下要给你看课本。然后那个太阳的热，太阳的这一个热照着地球的，它是 radiation。 OK， 好，这个你可以就是在这里稍等我给大家看。如果是讲这个 sea breeze 的话，就是这个你可以去看我们这个学校的课本第210，就是这两个，这个是一个就是 sea， 这个是 land bio， loud 跟 bio direct， 这两个你就参考，所以它是 convection， 所以你要写 convection 哦。 OK， 如果是太阳的这一个热度的话呢，就是在这里的，稍等啊，我们讲的就是这一个太阳的话，就是这一个，你可以去看课本，就是第209，这个 radiation 啊，太阳的热直接遭受到这个地球 radiation， 所以就是在这里，所以你就参考这两页了。在这里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到它的答案了。OK， 所以在这里呢，老师就先给大家看你这些空格你要填写什么。OK，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 convection polygon， 第二个也是一样 convection polygon， 第三个的话呢就写 radiation scenario。OK，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它这里给我们的这一个填充。他说 during the day， 他说呢就是这一个白天 ，the land become hot faster than the sea。这课本有啊，刚才我跟你讲的。把它往度下，当然就低了 bit 吧。OK， 就是我们的陆地就比较快热。然后接下来他就讲 the air on land become less dense， 那边的空气呢就密度没有这样高 ，and rise 就升上去。Udara darah menjadi kurang tumpah dan naik ke atas。然后 the cold air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seas move to the land replace the warm air， 所以就会有那个风咯。因为风的话就是空气的流动啊。Udara sejuk dari permukaan laut bergerak ke darat untuk menggantikan udara panas di darat。 OK， 第二个啊，它的情形是倒转的。 At night 晚上 the land cool faster， 晚上的时候呢，陆地呢它就比起海洋来讲，它就比较快的这个冷却呢。它说 sejuk dari permukaan laut。 那么接下来 the heat of air above the sea rise and the cold from the land move to the sea replace the warm udara panas di permukaan laut naik ke atas dan udara sejuk dari darat bergerak。 OK， 就是一个代替咯，所以空气的流动就造成了风咯。所以 the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produce air convection in in the form of wind。 他说呢就是 perbezaan suhu ini menghasilkan polakan udara yang merupakan angin。 OK， 好，那这个 radiation 的话呢就是这个 the sun is the main source of energy that support all form of life matahari ialah sumber tenaga。 他说太阳就是全部万物的这个支撑嘛。然后 the space between earth and the sun is a vacuum。 他说 round the entire moonMatahari adalah vacuum， 是一个真空。真空的话就是说没有任何这一个 solid liquid 跟 gas 的。然后接下来 the heat， OK， 就讲 from the sun reach the earth through， 我们就用 radiation without any medium。 所以 haba dari matahari sampai ke bumi secara sinaran tanpa memerlukan sebarang medium。 OK，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课本找到。好，这是第105。那么现在我们翻过去，我们来看106。 OK， 那么这个第106这里呢就讲 match the following term， 它就叫你呢做这一个配对，它有 heat conductor 有 heat insulator。 OK， 我们就知道说 heat conductor 是导热，就是说它可以把那个热度散出去的，可以导热，可以让到另外一个东西也变热。那 heat insulator 呢是绝缘体，就是说热的绝缘体，它不会就是让到你感受到热的。好像我们煮东西那个 frying pan， 我们的那一个就是锅子，你不是一个把那个握柄吗，你握着那边的话你手不会感觉到热吗，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啊。OK， 好，这个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一个的话呢，你可以去看我们讲的话，你就来可以看看这个 heat conductor 跟 heat insulator 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课本第211。 heat conductor 就是在这里，他说呢就是 allow heat flow 的。那么如果是这个 heat insulator 的话，就是它 not allow， 它是 prevent heat flow 的，就是在这里，这个是在211。 OK， 马来文版本也是在211。 OK， 好，这样我们就来看，我们先看 heat conductor 它的配对了。 heat conductor 就是 conductor harbor 嘛，它就是在这里。 material that can conductheat， 板样boleh mengalirkan haba。 然后这个 heat insulator penebak haba 的话呢，就是这个 material that can prevent heat flow， 板样boleh menghalang pengaliran haba。
OK，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的话就叫你，他说 label the material below， 用 heat conductor 跟 heat insulator， 他说 label body bus by get conductor harbor 跟 pendulum harbor， 就叫我们呢去做这一个配对了。好像你看呢，这个明显是煮菜用的锅子嘛，所以这个肯定什么导热的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heat conductor harbor， OK， 这个就是一个勺子啊，就是你炒菜要用到的。那么你握着吗，握着这里嘛，对，你炒菜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受到那个热，就是在你手你握着的这一个地方这里嘛，所以这个就是 heat insulator pendulum hub， OK， 就是这样。那么接下来这个是 kettle， 就是那一个我们的热水壶， OK， 你看啊，它 stay 哦，它箭头打着这个，所以这个什么一定要导热嘛，不然里面的水要讲煮滚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heat conductor hub， 我们就这样子来写， OK。 所以呢你可以参考就是这里，来我们来直接来看啊，第一个是 heat conductor hub，可以导热 heat insulator pendulum hub 隔热的，这个是 heat conductor hub， OK， 这个的话呢汤匙肯定是这个 heat conductor hub， 然后这个呢你就是开那个我们叫什么那个微波炉的时候你需要用到这一个，或烘炉的时候你需要用到这个嘛，对， heat insulator pendulum hub， 然后这个呢是 heat insulator pendulum hub， 这些都是啊，然后这个的 heat conductor 这个是做 cupcake 杯子蛋糕那些糊状的东西你倒进去，然后放进去那个我们的烘炉那边才能够就是有这个温度可以让到它变成真正的蛋糕可以吃嘛，所以这个是 heat conductor hub。 那这个是 iron 啊，肯定是 heat conductor， 不然要讲熨那个衣服呢，就讲烫那个衣服呢 conductor hub。 然后这个你握在这里，肯定你握在这里手就不会感受到热嘛，对，所以这个是 heat insulator pendulum hub， OK， 就是这样子。好，看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去看这个第107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它就叫我们 write the observation， 叫我们写出观察 and conclusion 跟他的这一个 结论 for each of the activity below。 他说 to his compromise 你要写两个，一个是观察，另外一个是 simple。 OK， 好，叫我们来看就是第一个这样子的情形。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啊，你看这是 metal ball， 是这样子的铁球 ball logan， 拿去加热之后它不能够透过这个这样子的圈，那么呢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物体预热膨胀预冷收缩的这一个原理，所以你要写出它是不能够 get through 嘛，对，然后你的这一个 simple， 你的这一个 conclusion 你就要讲，因为它 when heat 的时候它会 expand 啊，对不对？你这个的道理啊，就是我们讲的 expansion 跟 contraction， 这个的话呢就是去看我们的这一个就是这里的，你去看213，我们那个 metal ball 就好像这一个这样，它用 metal ball 一样的道理来的，OK，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一个里面的这一个有颜色的水它会上升，你会看到这样，因为它就是 expand 嘛，你可以看到这里了。然后这个气球的话呢，稍等，它这里也有一个啊，就是这个，你可以去参考我们的课本214，就是这一个，它会就是膨胀起来。OK， 好，就是这个214。那么马尔文的话呢，也是在这个214这里的。OK， 好，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参考就是213跟214，来，这样我们就来看它这里的这个解释。 OK，metal ball 的话呢是这样子解释 ，When the metal ball is heated, it cannot pass through the ring， 不能够透过这个圈圈哦。OK，apabila dipanaskan, bola logam tidak dapat melalui gelang itu。那么解释就是 solid expands when heated, apabila mengembang， 就是说固体它会膨胀当加热的时候 ，apabila dipanaskan。然后这个的话，你看啊，这里是 color water 有颜色的水，这个的话。它热的时候它会上升，然后这个的话它放在冰块下就会冷却就会下降，所以就讲 When the container is placed in the hot water the level of color water rise, When the container placed in cold water 放在热水的时候那个 color water 的 level 就上升，放在冷水的时候呢它就下降 The level of color water descends, OK? Apabila bekas diletakkan di dalam air panas paras air berwarna meningkat, Apabila bekas diletakkan di dalam air sejuk paras air berwarna menurun, OK? 就是它就写了 Liquid expand when heated and contract when cool，其实还蛮更棒的，液体会膨胀的 depanas gun， 但猛的出一收缩 ability s t r 最后就是指那个气体嘛，对，你放在这个这个就是这个热水这里，它这个气球就会膨胀嘛，对，他就讲 When the bottle is placed in hot water the balloon expands, When the bottle is placed in cold water the balloon deflates，放在冷水这里它就会就是
里面的这一个它就不会再膨胀了的。Apabila botol di letakkan di dalam air panas belum mengembang, apabila botol di letakkan di dalam air sejuk belum mengecut. 那么的解释就是 gases expand when heated. 他说气体呢，你加热的时候就会 expand 膨胀 and contract so slowly when cool. Gas mengembang apabila dipanaskan dan mengecut apabila disejukkan.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好的，那么这个呢，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解释啦。好，等一下见，拜拜。